龙自从来了长安，就从不在两天出门。两天？啊？再看一下。对啊，就从不在。丹龙自从来了长安，就从不在几天。从不在两天。他这写的有问题。我咋感觉你的表情凝重了许多？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，这字儿每个都认识，就是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这是我眼神不好。雨天？我说两天是什么意思？从来都不在雨天出门。我知道丹龙他比较喜欢下雨天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不在雨天出门呢？更奇怪了，妖猫喂水，遇水会变回原形。啊！是他这个雨天，这个雨天雨天不出门的。我小时候舞剑的时候就有旧伤，下雨天出门的话会很疼。风湿哦，风湿。但我就喜欢坐在屋里看雨天。哦，成立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成立吗？也因为对于风湿这一块我了解，我是穿秋裤的人，下雨阴天的确实腿会疼，就疼。风湿，下雨天你在屋里它也疼。哦。长安城内盛行一种风雅集会，才子佳人乘着小舟在江河上吟诗作对，最喜欢以诗会友的李白却拒绝了邀约，因为坐在船上容易遇水。相对有所怀疑喽，李白。当猫的时候，吃鱼的时候掉湖里嘞。我是之前也落过水，然后落过水之后呢，那叫湿寒就入体了，然后也是有点风湿。你也有点风湿哦？那你们俩是风湿类风湿，所以我只要有水我基本上都不去。